现在美国物价涨得这么高，150美元到底还能买多少菜？这个星期呢，我们又要去买菜了。好多粉丝说，好久没看到我们一家子去买菜了，就喜欢看我们一家子去买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来了，开开心心。非要穿着拖鞋去买菜，新买的拖鞋，喜欢吗？哎呦，真好看，你新买的拖鞋。下个星期给爸爸买一双一样的。开开心心，没有穿拖鞋的习惯。长这么大呢，我个人认为拖鞋可能比较稍微危险吧，对于男孩子来说，爱跑爱跳的，所以我最近刚给他们买了这一双，就是没有后脚跟那种，以前都买有带后脚跟那种。哎呦，所以他们特别激动，逛超市问我能穿着拖鞋出来吗？其实150美元去买菜也是要规划好的。我有一些超市的肉便宜，有一些超市的菜便宜。那我们今天呢不一定会买肉，可能会去买菜更多一些，顺便要确实要买一些些零食给开开心心带去学校，因为他们学校每天都有零食的时间，所以我都会给他们带一两包小零食去。所以这个零食没了，我要去买一点其他的，买一些水果和菜。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Are you guys ready? Let's go. 你能走路吗？啊，你走得明白吗？啊？这个信心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不会走路。开心吧，你看这个，这个可以吗？这个不错哎，这个放在后院里面，这个800多，849。放在后院里面放放工具，除草机呀、啊，里面空间也挺大。新房子搬过去了可以用，就是塑料的。Just checking. Let's go. 哎呦呦呦，信心大。No, 你真认真， not... 你怎么在家不帮妈咪扫呢？我们新家的后院其实不是很大。买 23， 就是这个样子的水球。哎，你不要拉，让爸爸来拿。这样子的水球400多个，放了水就能玩了，他们可喜欢玩了。啊，爸爸帮你们拿到了，好开心啊，开开心心。好了，23没了。要开发。Hey. What you looking for? 我就看看，我不买。Good. You're doing good then, because we're leaving soon. 对啊，要搬家了。一些东西不一定能带得走。看这个大肚子。1300美金，我觉得这个挺好的，2200美金。我们确实后院的家具也要买，这个也不错。这一套逛了半天还没有开始买一样菜呢。为什么我们要这个电池啊？ For the key. 哦，买吧。I mean, we don't have to buy if you don't want to. We don't have to? Then don't buy. Okay, the battery is about to die though.Which battery? The car battery. Okay, then buy. 你认真的吗？150的预算，你带他们来看玩具。你要这个衣服啊？好，那你拿吧，这多少钱？10.98块。Okay. 你喜欢这个呀？转过来看一下，转过来。哦，这样的。那你喜欢你自己拿吧。哎，你不要量了，这就是你的尺寸，你放框框里去。开开换了呀，换了一个红色的。哎呦，你确定吗？确定了啊，你能拿得到吗？那么我来吧，轻轻拿鸡蛋。拿一盒面包来，开开。这一袋是7.48块 either one。 这父子三人出门一定要分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要不然就是干仗。这个早餐的 dirty rice 这个是什么？来，欣欣到你了，你去拿一盒这个汉堡出来。这个汉堡味道不错，这个牛肉挺好的。微波炉里面热一下就能吃，真的很好吃。哎，小心有点重啊。哎，这一盒汉堡20刀，真厉害。好，开心吧，你怎么不买这种彩色的番茄？ I don't know, because this is sweet. 那我也来一盒彩色的吧。Okay. 我们俩都很喜欢吃这个小番茄。Mini cucumber 4.58块一袋，你可以上班的时候带去当零食吃。多少钱现在？这个80。
60? 100? Oh my god. 哈？这里都不止150啦。Are you kidding? Yes. No way.We have 112. 112, 那没什么可以买的了。看看这个价格，一袋10.12块，我记得三个月前吧，好像是7.99块一袋。Oh, there's the other one too. 是吗 ？The Fuji. You can get it. I don't like pears. I like apples. Yeah. 啊，对，这个苹果7.63块。这个就6块多，拿这个，拿这个。好，现在大家猜这个西瓜多少钱？这么大一个西瓜，多少钱？有机的。$10，5.74块这么一袋蒜，哪一袋？黑布林，开心爸爸喜欢吃。Plum， 这菠萝$3一个，可以拿一个。I wanna get a pineapple， 好大。你 get pineapple。哎呦，我挑的这个怎么样？不错。OK， 就拿这个。Yeah， chicken nuggets $12.72，没啦，就这么多啊。Yes， look at how many fruit we have。冰激凌，你自己去拿。行了啊，这里是150刀，就这样啊，没了。蔬菜还没买呢。我们做个弊吧，我们把开开心心的气球和开开心心的衣服拿出来，算买菜的钱。今天就葡萄8.14块。对，我刚才说了嘛，不算。买菠菜，这个小菠菜来一盒，还有生菜，来一袋。这一袋是4.26块，这个芦笋一袋5.22块，有机的四季豆一袋5块钱，这八个玉米4.18块，现在多少钱了？加了那么多蔬菜，应该到了。开开心心，衣服和气球不是，那气球和衣服，所以我们差不多到150了。今天肉还没买呢，不能买了。再买就超支了，这些肉只能看看了。今天超预算了，不能再买了。没那么多钱呀，我们没准备那么多钱呀。那你要不拿几样拿出来，我们换掉，换成肉。你看看什么可以拿出来？你想想，什么都舍不得拿出来，那就不拿了吧，下次再买肉吃吧，好不好？嗯，谢谢开开帮妈咪推车啊。哎，这些都买不了，买不了，看看吧。对呀、啊，还要买水，还要买一个零食，超了，超了就。哎呦，兄弟俩合力也行。If you can't, you can ask for help. 啊，刚才是吃的巧克力好吃呀、啊，那你要不再去拿一块？OK， 那你们要吃的话，下面拿一袋吧。Get the chocolate. So we're getting this. 你们要为什么要买花呀 ？For you. 你有钱吗？哎，星星，你怎么拿了就跑呀？你不看看多少钱？我们今天超支了。你看看，要给妈妈买花的话，你要把车里面的哪些东西拿出来呀 ？Maybe tomorrow. Tomorrow. OK. 你爸多少钱？就是。光算吃的，正好是$150。好啦，没有超额，呵呵，做了币之后没超额。这个超市没有塑料袋，所以要自己找盒子打包。今天开开心心，那个鞋不知道飞了多少次了。哎，别爬！我估计开开心心以后再也不想穿着拖鞋逛街了。好了，你们上车吧啊！把手洗一下。这个物价呢，肯定是肉眼可见的是在往上涨的。这个肉今天没买到，不在预算之内。最近因为开心爸爸生病以来呢，我们几乎就没有在外面吃饭了，所以顿顿都是在自己家做的，所以这些菜很快也就可以吃完。到家了，我现在要把这两项东西整理出来。今天开心办呢，要把我们家车子弄一下。Yes， 就是把汽车后面弄一个挂钩拖挂，我们搬家的时候是需要的。你帮爸爸好吗？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我要准备烧完饭啦，拜拜。